肾气主百病除，肾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在维持机体的酸碱平衡、排泄代谢废物以及内分泌方面都有很重要的作用，还有调节血压、电解质的作用。所以肾脏的强壮实在是太重要了。肾脏是先天之本，肾脏不好，极易衰老、脱发、掉发、全身浮肿等，还严重影响夫妻关系。肾好不好，竖起中指就知道。要是没有这三种状况，恭喜你很康健。中医诊病有望闻问切几种方法，其中望诊就有看脸色、舌苔、指甲等。因为中医认为，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是通过我们身体的经脉连通的。如果器官出现问题，那么我们身体的经脉就会出现不通的状态。肾好不好，伸出中指就知道。一，有黑色竖纹，中医里就认为指甲的好坏主要依赖于肝肾和肾经的滋养，肝肾功能异常直接就能表现在指甲上。当指甲上出现黑色竖纹时，可能是肝肾机能衰弱、毒素在体内的征兆。男性的话，指甲有黑色竖纹多半是肾虚。二，小拇指光泽不均，指甲的光泽度不均匀可以表现在不同指甲，也可表现在同一指甲的不同部位。如果指甲光泽不均，暗示体内存在某些慢性损害和炎症。三，指甲颜色变黄，正常人指甲的颜色是淡红色，而且很光泽。肾不好，肾虚了的人指甲的颜色会偏黄色。男人肾不好，可能会导致脱发、落发、白发、腰肌酸软无力、方式力不从心等，必定会影响夫妻生活以及家庭的幸福指数。三伏天正是养肾好时节，送你三个不花钱的补肾好方法。一，经常泡脚，脚底是诸多经络交集汇聚之处，经常性的泡脚可以让肾经疏通，有利于肾脏的保养，配合脚底按摩效果更明显。但是泡脚以温水为宜，时间以15分钟为好，要想达到某些效果，还可以搭配一些中草药泡脚。二，人体自身补肾法，外劳宫补肾法。外劳宫穴在第二三掌骨之间，掌指关节后 0.5 寸。具体方法是，每晚临睡前将两手背近靠腰部，仰卧于床上5-10分钟后，肌热感会逐渐传遍全身。开始时双掌被腰压住会出现麻胀现象，3-5天后即可适应消除，双腿会感到轻松灵活。肾好不好，竖起中指就知道。要是没有这三种状况，恭喜你很健康。三，补肾第一水果，黑桑葚。夏天泡白酒，一日一小杯，越喝肾越健康。桑葚是补肾壮阳效果最好的水果，没有之一。滇南本草云，桑葚益肾脏而固精，久服黑发明目。清王孟英还说，桑葚滋肝肾，充血液，健步履，固肾虚之人，尤其是肾阴不足者，食之最宜。早在2000多年，桑葚已是中国皇帝御用的补品，难怪能应付后宫佳丽3000，也乐此不疲。现代医学研究发现，桑葚中含有大量的锰元素，是天然的雄性荷尔蒙，增加垂体促性激素和生长激素的分泌，能够提高酶的活性，增强肾脏阳气，从根源上提高肾脏动力，长期食用有良好的壮阳效果。仅 PGC Card PGC-CARD-HREF Text Declaration None Outline None Display Block Width 100% Height 100% 仅 PGC Card PGC-CARD-HREF Have a text declaration Long PC 两视星PGC card box sizing, border box, high 164px, border, epsilid 仅 18118, position, relative, padding 20px, 94px, 12px, 180px, overflow, hidden, PGC card, after content, display, block, border left, epsilid 仅 18118, height, 120px, position,Absolute, right, 76px,
top 20 px, PG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dth 162 px, height 162 px, top 0, left 0, background size, cover, PG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top 50%, WebKit transform, translative 50%, transform, translative 50%,PGC 杠 CONTENT 杠 TITLE font size 18px color 22 line height 1 font weight bold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white space wrap PGC 杠 CONTENT 杠 DESC font size 14px color 444 overflow hiddenText overflow, ellipsis, padding top, 9px, overflow, hidden, line height, 1.2mm, display, WebKit inline box, WebKit line clamp, 2, WebKit box orient, vertical, PGC-CONTENT-PRICE, font size, 22px, color, 85959, padding top, 18px,Line height 1mm, PGC 杠 CARD 杠 BOY, width 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0, top 50px, color, 近406599, font size, 14px, text line, center, PGC 杠 BOY 杠 TEXT padding top 10px, PGC 杠 ICON 杠 BOY, height, 23px,With 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 URL https, s0, static.com.pgc.vr.pgc.tpl static image commodity by frb4delay, png. 点击上图即可进店抢购桑葚中医食疗方法一，桑葚泡酒，准备250克桑葚，洗净晒干，把桑葚放入干净的容器中。加入适量的冰糖，然后倒入白酒，最好为45度的白酒，切记白酒一定要没过桑葚，密封好，一周后即可食用。二，桑葚泡水，不喜欢喝酒的话，可以温水里放点桑葚干，一次5到8粒即可，把桑葚也吃下去，双管齐下。这种食用方法能让人体吸收多种营养成分，早晚各一杯，效果惊人。夏天的时候喝上一杯桑葚水，不仅可补充体力，还可提高夫妻生活的质量，它是很多雌性正方剂的重要组成成分，男人都可以多吃点桑葚，补肝益肾，改善生殖亚健康。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